最好是别干。再一个，现在也没干呢，就是那个，因为这个月是鲤鱼期，不让捞。不让捞。每年有两个月不让捞。哦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只是就开始卖一些干的。哦，就每年就趁着不捞的时候往外卖东西。这个因为现在不捞嘛，不是我们就能放个假，一直一年没有钱的时候。哦，那你们那个什么小的那个什么时候才能有啊？小 baby 呢？至少两个月，因为这个月。